87岁嘅修哥呢日出席长者活动，讲开手提电话，修哥话佢而家都同啲后生仔一样，机不离手噶。啊有啊，呢个系而家嘅时代嚟讲啊，系生活嘅一部分嚟噶。缺少咗佢咧吓，就真系唔得。嗱，我以前咧就系唔用电话嘅，因为点解咧？如果是別人要找我的怎樣都找到，我使乜用用呢個電話啦，咁啊結果咧就冇用到嘅，咁啊後來咧就我啲仔女心好咧嚇，就一定要我用啊，用咗之後咧唔甩得啊如果是出街冇帶佢嘅話，真係心啰啰攣㗎，所以呢啲。不過就千祈不要靠曬佢。若果靠曬佢咧，就對於一個人的腦袋咧，就會比較遲鈍啲嘅。好啦，我咧就揾陳大明個電話打咗12345678，即係起碼有記憶啊，鍛鍊個腦。喂，陳大明啊，咁然後先至咧嚇，係正確嘅。記得曬就唔記得曬，不過咧嚇係盡量去記咯，盡量去記咯。